加油！谢谢国梁，加油！顾梁之夜下着雨，浇不熄蓝营士气，全党挺谢国梁，党中央到县市首长全出动，淋雨相挺。好不好？隔一天开票结果，这雨没白淋，谢国梁顺利挺过罢免。选者分析有四大重点：罢免正当性不足，全党就一人，柯文哲的金华城案正好把罢免案热度冲淡。再来就是东岸商场基隆市府四度胜诉，国民党近一两个礼拜来说的话都精锐进出，然后频频的大咖帮谢国梁去站台，所以稳住了谢国梁的一个局面。基隆市政府在整个诉讼的一个过程中间，他有四连胜，这个部分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而且特别能够抵消罢免团体罢免的一个正当性。票数不同意票大大高于同意罢免票，只是先前就有各种分析，谢国梁罢免案只是绿营大罢免时代的试金石。罢免成功与否，差别只是在气势的嚣张。如果罢免成功，罢免立委可能就是遍地开花；如果今天罢免失败，可能采取的是重点打击。这次恶霸的结果证明了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朝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善意的沟通，两边能够增加互动，能够尽快的和解和谐才是国家之福。虽然这回挺过了罢免，但蓝营立委认为不代表民进党罢免战就会松手，而其实早在谢国梁罢免案投票前，就有其他公民团体酝酿罢免。目标锁定台中三席卢系新科立委，喊出敲锣断剑废翔口号，网络上有各种宣传战已开打，可以想见基隆罢免只是开端，就当给未来的罢免战当个经验谈。就是说你会去台北想不到。